大家好，我叫朵朵，来自乌克兰。听说中国老年人特别厉害，所以今天我看一下中国老年人到底有多么厉害。哇塞！ 叫斗空竹，这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阿姨，你的脖子疼不疼？疼，现在不疼了。脸上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个有两年了。这是要做一个三角形，然后也要转，但是，阿姨，我不得动这个动作。借着他的惯例，我这样一甩，这个要嘚瑟。啊，我的妈呀！老妹儿，老妹儿。 哇！啊！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就这个发型比较合适这个东西？离我远一点，越远越好。咦？ 我说实话有点，我觉得有点恐怖，然后我掏了自己的耳朵两次。啊，为什么我没有声音？你脖子位置不对。哦，不对，那这么对。这个地这尖这儿，抽它的中间。哦，对了，看它要点呢，抽它你也出气了。对，抽完它你高兴就行了吗？对，最好的方法。热。 今天的挑战失败了，尤其是摔辫子，很恐怖，很难学，吓死宝宝了。然后我真的好佩服老年人，你们很厉害。